高雄口袋美食，哇，小慧吃一口半颗，小慧又吃完了16.2公斤的草莓蛋糕。我会不用领通告费都没关系。好，你说。好，你说。你落入制作单位的陷阱了，队长太猛了吧！火山还没爆发，我们队长的食欲已经爆发了。刚刚你还看过食欲，我还对，没想到如今我高攀不起了，全场跪。是我们的阿妹，还有我们第二次造访的阿冠。阿冠变帅了，真的。而且今天两位都是高雄人，对，呆呆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在高雄了，对，巨蛋。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呢要来找出我们的口袋美食，有没有都什么东西来高雄一定要推荐、一定要吃的？我觉得传统市场一定要造访一下哦，因为很多人的厨房就是在市场里面找到的。今天的特别来宾非常厉害，是，他也听说他有非常辉煌的记录。他的名字就是个食材，就是个很好吃的东西。而且听说呢，他跟大胃王也是有沾上边过的，而且还擦肩而过。没有错。让我们欢迎海产，哇，太开心，终于来了！而且你知道吗？海产呢，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，第一次来。可是呢，你还没有来之前呢，我们的大胃王群组里面就一直在讨论你了。你曾经也是大胃王，我曾经去入门这个大胃王的比赛，寿司大胃王比赛里面50分钟要吃50盘，我吃了52盘，压线过关。因为我是那一届的第二名，第一名刚好是你们这个节目的大魔王啊！真的假的？第一名刚好就有这个渊源啊！所以那你在艺人界里面算是 number one 了， number one 的。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两队的队长，东区的队长是我们的鳄鱼小辉。哇！来，小辉真的吗？慧姐，第二名是谁？你。所以他没有在乱讲话吗？我真的没有在乱讲啊，因为我是看那个照片贴出来，而且因为吃不完要结账，我很快要结账，因为我没带钱，所以我只能把它吃完而已。所以你是用意志力把它吃完的？我用意志力把它吃完的。哦，欢迎我们的小辉，东区我们队长。西军队长很厉害。西军队长，我们节目开台以来的，我想说为什么他一直还不来呢？今天我们终于请到他了。对，让我们欢迎小林。小林呢是曾经代表台湾出国比赛站上大胃王的位置。International 的大胃王啊！你还输了。开场啊，开场不能那么没有自信啊！就从这边开始，我们来探索我们的高雄口袋美食——东西军争霸战 ，Let's go！小辉为东军队长，小林带领西军、大胃王主持人、来宾分别抽签选择加入队伍，挑战美食并完成游戏关卡，得到较多赞，队伍获胜。耶！三明市场，三明区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对，早餐。brunch 中餐、下午茶、晚餐到宵夜，哇，应有尽有。到晚啊，没错。而且呢，这边呢随便一家店都是40-50年起跳的。哇哦！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吃的，走喽！现在呢，我们来造访这家呢，听说呢，在这边已经屹立不了40年了。哇，老店，只卖三种东西啊，小笼包，还有烧麦、水晶饺。哎呦，厉害的是呢，他们这边面皮呢不是厚的哦，是老板自己发酵做的，老板在后面现做、现蒸、现卖、现吃。哇！哇，这个是等于刚出炉的就对了啦。修，感觉好像哦，很大，哎。出炉还不到一分钟就进到你嘴巴里面了，哎，还在冒烟呢。出炉还没有到2分钟的，嗯，是这个要先吸汤汁，要吸汤汁。哎，这边看得到它的它非常的薄，你看这样皮就知道了。
皮非常非常薄哦，而且这个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很饱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的那个包子的皮吃起来不会那么的厚哈？我常讲它不是厚，它是蓬松。哦，蓬松。对，因为它的那个孔洞比较大，它看起来你会觉得它厚，可是你实际上吃下去的时候它是松松的。哦，那个面团的筋骨的那种感觉，它有点像是那个包子界的那个海绵蛋糕的感觉。外皮有改良过，对不对？外皮它是用中筋面粉做的，但是中筋面粉的种类很多，像这现在你们吃到的这一支面粉是我最近用换的，这一支面粉是我用到比较合适的。你就算说我这一块皮我都弄好了，这一块皮由你来包，跟我包出来也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所以你就是这家店的钥匙就对了。对，妈妈做的是，你这个料都包出来了，这样好像不合格哦，犯规了。你这个，我就故意的啦，这样比较好吃哦。好，安内假卡爸哟，高雄人早餐的幸福就在这边啊。到底我们第二关卡要比的是什么呢？笼中之王。第二关卡呢，我们呢等一下呢，两队呢要各请一位大胃王出来掷骰子。好，这个骰子呢是我们东西君的基数。等一下呢，我们造访三名市场里面呢玩游戏 ，PK 完之后30分钟之内吃完就可以获得一个赞。OK， 哎呦，那我们比赛前我们要先来分队，东君是小慧，西君是小林。好，阿冠，还有阿妹，请抽这个。好，是这么快就决定了？确定。好，一二三，西军这边，东军这边。老朋友，是有。好，对了，再有。好，注定了。那接下来换来宾跟我抽了啊。今天啊很可怕，因为他也是大胃王啊。对，我今天胜败就在我啊，就在你了。谁抽到我啊，就有可能会输了。我可能是历届最强的来宾了，史上最公正，不 C 不 C 零造假，不能 C。OMG， 太扯了。因为我们的观众会一秒一秒的看，而且我们的眼神都不能飘，我们眼神一飘，观众就觉得我们在作弊，而且不能有剪接的感觉。对，眼睛闭闭。好，我要左手，一。二三七，我告你们，我知道。我们现在的两队都已经分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掷骰子，当然可以掷啦，我们两颗骰子也没关系。哎，这样，六，哎，对不起，一，结果是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看三名市场有什么好吃的，出发 ，Let's go。这算是三明市场的门面的啦。蚵爹、蚵爹、虾爹、地瓜、萝卜糕。你们这边的蚵仔是哪里来的蚵仔？当季的，当季的，最新鲜的，最新鲜的。哇！哎，你们这边，而且现在才早上10点多，这边已经快卖完了。来，蚵爹好像不同的点，它好像是用高丽菜那个屑屑，它不是全部都是用那个韭菜。哦，高丽菜切丝。切丝。哎，那是高丽菜加韭菜。对吧？对。哦，谢谢老板。但是好好吃啊！哦，发崩溃，太猛了吧！一般的蚵仔会有高丽菜，不会对不对？不会。这个很特别，哎，这个里面好丰富，里面不是只有蚵仔而已哦，它还有大块肉，它不是肉末，它是有整块的肉。嗯。哇，它在咀嚼那个里面的口感，好赞哦！而且你看哦。它的面皮非常非常的薄，它里面那个韭菜跟高丽菜的那个甜味、香味，还有那个水分，全部都锁在里面。然后你还可以吃得到它鲜蚵的味道，想不想吃？想。两队各派一位大胃王出来，只要先挑战完4颗，就可以先抽签。来这边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，因为呢老板娘的生意真的太好了，一队只能吃3个啦，好不好？但是呢每一队呢都是有2个虾爹，故意的虾爹在上面呢，整只的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再一个蚵爹，好不好 ？OK， 先吃完的可以先抽签。好 ，Ready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Go。七，加油！哇，这个速度，它的面皮很薄哎，超薄的，而且它的料非常多，高丽菜。一颗不到40，才35啊！虾蝦也35，哎，好划算哦！而且它的虾子炸得很酥脆，已经不用剥壳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整只吃，它变成菜啊，经过高温的炸过之后，然后还可以一样
105，对，饱水度很好。然后高丽菜很甜，而且我个人很爱吃韭菜，所以那韭菜的韭菜香让我觉得非常的加分，真的很香哎。对，远远都闻得到味道，这个太传神了。好，现在目前呢，我们阿冠已经要吃第三颗了。哎呦，上面呢稍微落后一点点，没问题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没事，里面的肉超，它整块也是整块肉的。3分50秒，哎呦，阿梅是拉尾盘的哦。阿冠吃完了，4分23秒。他们的虾爹真的很赞，我第一次看过这种虾爹，然后外面还有两只很。整只的虾子。这个回合呢，让我们阿冠来抽签啦。回答下列问题，回答正确的获得一笼小笼包，回答错误呢获得两笼小笼包。下列哪个城市为亚洲第二个举办世运会的城市？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。高雄。答对了。耶！高雄在2009年7月的时候举办世运会，第二个在亚洲举办世运会的城市，所以答案就是高雄啦。耶！好，你们要抽。神之手，来挑战将汤匙甩进杯子中，总共有3个玻璃杯，失败一杯即获得一笼小笼包，没进一个就加一笼哈。三个进要捡破口的哦。好，预预告的哦。2、3。耶！三笼小笼包，一笼水晶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市场还有什么呢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跟你说，这家是高雄的蓝山米市场里面呢，一定要吃的 Olinda， 开到晚上9点。可如果你再晚一点点来，其实几乎都快 sold out 了。那外面上面的皮啊，会烤到有一点点脆脆的。是。那 Olay 里面的是 Q 弹 Q 弹的。是。那比较有的烤过了之后，会把里面的水分都烤干。哦。它也包有那个很清爽那个鱼板的那个鱼的鱼酱味道。鱼酱的香味。哦。甜甜的，我很喜欢，而且搭配的里面的那个鱼酱会很搭。哦。我觉得我的舌头在跟。Olen 在谈恋爱，酱汁跟这个 Olen 搭配的太好了，他们在我味蕾上跳舞，哇，跳芭蕾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隐藏版的吃法，你可以买回家之后呢，冰过之后切片，用气炸锅再炸，一样很好吃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嗯，这个关卡呢，一队派出2位大胃王，哎呦，我们呢要来挑战1斤的好甜不辣，水煮甜不辣，好不好？总共2斤哦。呀，幸福关东煮。时间的话，我们大概5分钟啊。屁啊，5分钟我们还去逛街，但是屁啊，5分钟，怎么10分钟啊，好不好？输的加一笼，10分钟之外再加2笼。好啊，好，好啊，来啊！幸福关东煮 ，Ready Go！ 加油！开动！来，我先吃这个鱼丸。十分钟。这个鱼丸有够弹牙的。他们这家厉害，就是在关东煮也好，汤好，炭烤也好，都是每个都是很优的品相。我觉得厉害，像关东煮你都会想要加酱，但是这个直接单吃就都好香，好好吃哦。这个百叶太绵密了吧，百叶界的海绵蛋糕就是这个了。我觉得你形容的都很棒哎。已经过了1分钟了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开10分钟好像太自以为是了。如果我们2队都超过10分钟的话，就是都要加2笼哦。好啊。看的我都想吃了，小林还可以分。小林吃完3只了。我好像烤到有点洋芋片的感觉了 ，barbecue。嗯，小慧好暖哦。小慧说：“燕青哥，你慢慢吃，等我回来。”哇，这人好帅哦。他说：“等一下再换回来。”他的开口好甜哦，好爱开口。我好想跟你谈恋爱哦。燕青哥，你慢慢吃，等我回来。而我的最想吃把米纸拿给我。这句话是真的有被支持到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时间已经来到5分半了。嗯，5分半了，加油！我看小慧，我有点傻掉哎。小慧已经快吃完了，真的超猛。台城的杀手锏一次吃2只米雪了。米雪有一点点的魔王关。现在已经来到9分钟了，剩下最后1分钟，加油！小慧也拼了。嗯。还有50秒。可以的，小慧已经没问题，加油！还有20秒。好，念君哥加油，财神加油，小林加油，小慧已经完死了。完成任务了，哇！小慧可以，好，完成了。完成了。是花了9分52秒。哇！这最后倒数10秒都先结束哎，嗯，太惊人了。小慧对不起。没有了。西君也完成。辛苦了。抽签，来，
以下哪个高雄行政区没有区徽 ？A. 前进区 ，B. 仁武区 ，C. 小港区。好难哦，区徽耶。这我连高雄都不知道有区徽。对啊，我选 A。好 ，A。A 前进区。答错。哒哒。C 小港区。两龙而已，哎，这个很基本哎 ，Knowledge is power 这种基本的常识，你们 Knowledge is power 了。40秒内挑战日本铜环监狱，挑战成功获得一笼小笼包，挑战失败获得两笼小笼包。40秒，好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加油！10秒。哇！哎，你太厉害了！不是啊，这个有难度吗？这个其实，走，我们再继续看里面还有什么好吃的，走吧。烧瓦鸡哇！冬天吃这个最幸福了。老板，你们这边开几年的？民国45年了。哇！7年了。老板，那你们这边的烧瓦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纯那个糯米，然后套混。纯糯米，糯米套混的呀。这边最厉害就是这个招牌的银牙灯，还有这个招牌的磨机。哇！哇，好软糯的感觉。幸福，这个绝对幸福的。嗯，开心。热热的，很温暖，很温暖，幸福，温暖的幸福，对。就好像刚刚小慧在我的耳朵旁边讲：“燕君哥，你慢慢吃，等我回来。”他帮你吃，偶尔的样子真漂亮。那句话，我真的连睡觉都会梦到，真的掉眼泪会掉眼泪。真的，他们不是花生粉，而是花生粒，他把它捣得非常的碎，有弄一点白糖在里面，所以它的那花生味道很腻的感觉，它是有层次，而且花生的那个颗粒咬下去的时候很香。然后我觉得它糯米很厉害，完全不会粘牙的感觉。哎呦，它完全不会粘牙，而且咬下去的时候，它还有很香的那个米香。这个是热的银牙汤啊，蛮多料的，里面有红豆，然后粉饺跟它的花生，然后还有汤圆的粉底，汤那个汤圆啊，花生是种灵魂，灵魂，灵魂。花生已经滚到很绵很香了，是，就是软软入口即化，它还有一股甜味会从你的那个喉咙那边冒出来。我其实它里面还有其他料，刚没看到。哇，还有蚵仔狗，芋头吗？然后芋头。哎，我想问一下这一碗多少钱，老板？55块。哦，我的几乎，因为这个几乎就是综合鸭汤了啦。对。而且说真的，它几乎是料是占满了整个汤哎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一个鸭汤就40块，然后一个料都10块、10块、10块这样加，它呀超级无敌高的，太棒了。好，在这个关卡呢，我们来挑战经典马吉。它一份呢是2颗，所以呢，老板今天呢准备一对呢有准备3份，好，所以呢各6颗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计时不要有压力哈，只是个人参考而已哈。好 ，OK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哇，它一个好大哦，好重哦，好像饭团哦。对呀，阿妹刚刚没有吃甜不辣，对不对？所以阿妹应该很饿了，对不对？小慧吃完一颗，其实它很扎实，一口下去其实对，很夸张。小慧吃一口半颗。来这个节目我有点叹为观止哎，现场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，真的不一样，厉害哦！我觉得它很棒的就是热热的吃，所以它的那个角度啊，它很适中，咀嚼度，对，而且它那个里面的米香味会让你越嚼越香，而且它花生颗粒你吃到它那个感觉是那种刚捣碎的那种感觉，反正马吉我觉得它比较偏健康取向哎，因为外面的话一般吃那种包了很多糖粉在里面嘛，就糖分会过高，但是其实它的糖分很低，它的甜度来自糯米的甜跟芝麻和花生的香气，本身的香气，对，所以它很健康取向。一颗才25块而已哦，好便宜哦。我可以先付钱，你帮我。哎，这个真的蛮便宜的，因为外面买那种小颗的，一颗就是。好，没有限时间，对，亲爱的。阿妹把它扒开，是不是？把它那个组织让它松软一点。你很想沾到更多的花生粉。好，你想要整颗都布满这个花生粉。哎呦，内行。这个好吃的马吉真的是哇，滚起来要是直接裹粉。我们的小辉只剩最后一颗了。哇，时间4分50秒。阿妹 OK 的，阿妹。哇。5分50秒，小慧完食，小慧又吃完了，我真
刚讲了句反白话，是小慧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，还有喉部的括约肌发达，容易伸缩，跟蟒蛇一样，对。哇！而且小外也没有，连那个粉还都把它吃光光。阿妹剩下最后一个，阿妹算马拉松型的选手，小薇是短跑冲刺型。好，9分50秒完成，厉害。好，请抽。一人抽一支，小薇先开好了。台湾最大的港口是哪个港口 ？A. 高雄港 ，B. 基隆港 ，C. 台中港。好，高雄。答案是。有没有可能是台中港啊？高雄港吗？确定？港很大耶！恭喜高雄港位于我们的高雄市南端，是台湾最大的国际港口，也是世界排名第15大的货柜港哦。耶！台湾最大港口是高雄港。好的，我们呢再加一笼。好，换我们的阿妹，题目是：下哪个路名是高雄的十全十美路名？好 ，A 四维路 ，B 十全路 ，C 三重路。答案是 C 三重路。三重路 ，Yes or No？ 恭喜答对！恭喜答对！好，加一笼。高雄的十全十美路名为一心路、二全路、三多路、四维路、五福路、六合路、七贤、八德、九如、十全。我们继续来造访我们的三林市场。三明市场真的是应有尽有，有外面的市场呢，也有这个在室内的这个生鲜蔬菜啊，对，水果，而且这边呢有一家店非常厉害，就是大肠嗨。哇，老板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好像地瓜东西，这都是大肠啊？大肠。哎呦，这一看都手工呢。哦，刚才地瓜嘞。哇哦，哎，奇怪，你们这个大肠为什么每个形状都不一样啊？手工的啊，哎，因为手工灌的，所以每条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头刀啦，哇，这个切面好像我们在看显微镜的细胞啊。对啊，哦，很胖哎，没人问，不用蘸酱，它里面的花生是水煮的，煮完之后也不会说很软呢，而且它是有它的那个脆感在里面的。而且我觉得它的糯米包得非常的扎实，但是又不会很硬。对，而且你们的猪肠选的真好。对啊，因为有些猪肠吃到后面好像在吃橡皮筋，会拉出来一条，好像变魔术一样。我就说算了，不是拉多长啊，好像。而且真的猪肠好的话，真的你煮完之后，那个猪肠的味道上面会有点那糯米香，还有花生香在上面。对，不会有那个逼痕，猪那个猪臭味，这个是完全是 OK 的。好。老板太好了，这边可以全部给我们吗？因为我们要来挑战了。就看一个人出来，然后吃一台机的肉。吃完之后就可以来抽签咯。Ready Go， 都是在地高雄人。哇，高雄丽娜的对决啦！哎，它的花生面真的很扎实，是，而且香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皮又很薄，然后那些是很足够的，满满的印象。而且你很会加很多辣椒，对啊，你很会弄哎。他们的辣椒感觉好香哦。哇，每一片的花生都超多的，这就是手工才有，肠皮真的是很厉害。哦，大肠的那个皮。你真的吃完不会把这个皮拉出来，不会拉的，真的。而且它包的那个空隙很好，包得很好，不会说伤伤。这边还有4题，你们好像是10盘是不是？10笼？8对9。8对9啊？哦，你温暖的，好看。哎，你很温暖哎，不是姐，不会，我一笼都吃不完了，加油！哎呦，你这个好像蛮猛的哦，米肠面好像蛮猛的哦。你是站在旁边。而且蛮香的，阿冠真的蛮厉害的。有阿冠还跟我说他还好饿，现在还饿啊？好，阿冠剩下最后2片，6分30秒。哇，这关等于他们5-5波哎，大家。很多观光客啊，如果来高雄的话，除了一些观光景点可以去之外啊，我觉得这种很传统的这种市场啊，对，也可以来这边造访一下。因为其实有很多美食啊，都是从这边地方这样发扬出去的。挑战完成，7分05秒。好的，阿妹最后一个了。哇，你好挺强啊！酱料完全吃完，耶！恭喜，我们来抽题目了。阿冠先，阿冠先，阿冠先。好，来换你。好的，阿冠的题目是：全台湾第一条海底隧道位于台湾的哪个县市 ？A. 台南 ，B. 高雄 ，C. 屏东。这个可能是 C 哦，因为屏东有海生馆哎，台南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，高雄嘞，
我们今天在高雄哎。我听小林的，我觉得是高雄。好，高雄，高雄，好，高雄，恭喜答对。Yes， yeah， 谢谢。Yes， 太厉害了。好的。我不知道正确答案是高雄。OK， 高雄朱队长，高雄拥有全台湾唯一的水底公路隧道，在1984年通车，穿过宽440公尺，是一条水深14公尺的主航道。恭喜答对。再加一龙。好，阿妹，你们的题目是。下列哪个捷运站出口是全台最多出口的捷运站呢 ？A. 美丽岛 ，B. 卫武营 ，C. 高雄展览馆。出口最多。是很多捷运，而且是美丽岛出口哎，我也觉得是美丽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到一个新闻，像我今天是从美丽岛过来，我就觉得人超小。它有几个站？有几个出口？5号，总共有到5号。5号，5号不算。不知道不是你讲的吗？我觉得会是卫武。哪一个是捷运站出口最多的站？全台湾出口最多的站，你知道是哪一站吗？广告后马上回来。魏武营，答案是魏武营，恭喜。答错，我就说吧。答案是美丽岛。我们的。各位，全台湾出口站数最多的捷运站美丽岛，你知道它有几站吗？对不起，它有几个出口？8个出口，11个出口。Amazing！ 你们不是高雄人吗？秒了，选错。西君呢？水晶饺一笼，小笼包10笼。东君水晶饺4笼，小笼包5笼，所以呢，11笼对9笼。30分钟之内，只要挑战完成，都可以获得一个赞。好 ，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的。好，走 ，Let's go。各位，从小店面、小摊贩开成旗舰店，就这边了。哇！我们的基底呢？我们的西君呢是1笼的水晶饺，水晶饺，我们是4笼水晶饺，我们有5笼的小笼包，你们有10笼小笼包。OK， 待会呢，只要在30分钟之内挑战完成，就可以各获得一个赞。30分钟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3、2、1 ，Go！ 你们有没有人觉得这酱料很好吃啊？嗯，这酱料有味噌吗？怎么那么香啊？豆瓣吗？豆瓣酱，哇，冈山豆瓣酱有，就是羊肉卤在用。对啦，羊肉卤的味道，很温和。哎，你有玩11笼哎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啦。阿冠现在第2笼小笼包了，小慧第3笼水晶饺了。第3笼，3分02秒。现在目前，东君吃完1笼、2笼、3笼水晶饺，1笼小笼包；西君现在吃完3笼小笼包，水晶饺还没开始。我第二笼快吃完了。刚刚1笼自己吃完了吗？我可是只输小慧的哎。小慧第4笼的最后一颗水晶饺，等于是吃水晶饺，完全都不会粘住我的喉咙，我溜就下去了。就喉咙借过就对了。而且通常喉咙借过，人家都用来啤酒，很少人用来水晶饺，它都可以喉咙借过。这是很厉害的，其实最厉害是你。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家的小笼包啊，我吃到现在，我1笼快吃完了，我现在一口水都还没有喝。但是他们的小笼包吃起来是非常湿润，不会说很干干的感觉。葱香啊，肉香啊，混在一起的感觉，我好久没有遇过这种感觉。好哎，小慧最后2颗，我们东君只剩这4颗了。西君应该也没问题啦。西君现在目前还有3笼小笼包，1笼水晶饺。OK， 东君完食，8分30秒。我们小慧先占了啊，暂时领先。哎，其实说真的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吃完9笼了，如果我们平起平坐，你们也9笼的话，你们是赢不了我们的。那是因为我用娱乐心情，如果要竞速的话，不真的吗？我是拿命来拼哦。我们队长说拿命来拼，可是他没有讲他比较短命，他没有讲到后面，我们拿命来拼哦，可是我们很短命，你不能讲这种话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小林哥合作的时候被他吓到，
那个时候我们要吃四杯米，再吃四片鸡排，再喝了四杯珍珠奶茶。哇，小林哥还是挺过来了。小林哥，你现在几分饱了？我饱不饱了？上午可以分享一下吗？他竟然说我早就饱了。我觉得我们队长就是在大胃王界算是才饱十节。好，那怎么说？很快一下就没了，就过去了。声音很大，引擎很猛，咻，没了，你没了。起跑太快。看到队长说饱了，我心凉一半。天哪，第一关你还跟我说他饱了？各位，你们要认真吃，因为时间快到了。不要放太松了。我队长真的让我流泪。OK， 18分17秒，两队都挑战成功，小林队还有小慧队成功，耶！1-1战成平手。今天呢，只有三个关卡而已，所以呢，只要再拿下一关，那一队就保证不败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问题。你们有信心吗？我不知道了，我不敢讲。好了，且战且走，且战出发。我们现在来造访这家口袋美食，非常厉害。它呢是日式创意咖喱饭，而且这边开了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大概10年啦，这件很厉害。里面的尤其是里面的咖喱寿司，是每天老板熬煮独门配方，炒制熬煮。而且这边最扯的是什么？海盗船咖喱饭，大海盗船咖喱饭这么大，这么大，我跟你讲，长达我目测啦，只拉起来60公分，三个男生都吃不完啊！没有吃过这家饭，你不要说你爱咖喱啦。哦，要来吃，吃不完的话不要说你是。是大胃王，不要说你是大胃王，笑死人，吐口水，呸！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好了，走走走走。哇！是食指大动了，真的，这就是你刚刚说60公分的，60公分，15、15、15、15、60，刚好标标准准。今天我们店所有的特色都在那一道。哦，我们店是从最前面那一块卤肉，这是卤肉啊，这是卤肉哦，黑糖冲绳卤肉。哇哦，结合就是那时候是因应那个端午节。哦，对，前面有一个抢旗，真的哦，真的有一个旗手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舵手。哇，很厉害！我这个什么？这个是火山爆发。哦，是我们自己研发一道泰式咖喱。哦，因为台湾人又很喜欢吃泰式料理。我是有在日本吃过他们那边的泰式料理，然后我想说，怎么？那个倒闭的泰式料理还要倒闭 ，OK， 到底问题什么呢？巨型咖喱饭挑战，究竟哪一队会胜出？广告后马上回来。轮番来比赛哈，第一棒呢先挑战我们这个海盗船，接下来呢就要火山爆发，两棒呢看哪一队的速度最快。哎呦，预备 ，Go！ 我们的两位大胃王呢都已经有分别已经选择自己想吃的啊 ，OK。现在呢先吃这个会先开胃，对。你们还需要开胃。小慧吃东西就是有策略。小慧会先把比较少量的先吃掉，是不是？刚吃都是。哦，你是一路往前吃，一路向前，一路向前。是这样的人哦。哦，因为他把那个冲绳卤肉最好吃的留在最后了。嗯，我懂，我 get 到他。他的塔塔酱跟 cheese 超级好吃的。哦，所以阿妹是在享受嘛？嗯，然后这样的咖喱真的很优秀。哎，而且它真的有点中式。又有点日式的感觉，它后面这个好卤肉，它的肉超嫩的，哦哇，还配上 cheese， 对，搭 cheese 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哇，两位真的完全看不出来是在挑战哈，对啊，好像姐妹淘啊，真的好厉害，好强哦！海产，你有办法再吃一个这个吗？我现在应该没有办法吃一个，因为没办法的。它的尾巴酥到可以直接吃掉了，它已经炸得很脆了啦，嗯，你整只就直接吃了。其实我每次去吃到饱，你有没有发现会有一群人专门在炸虾区，在等那个天妇罗出来，对，就掰出来就直接扫。可是我现在都在看他们战略耶，真的
真的假的？小慧真的有改变。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不像队长？你今天比较像来观赛的来宾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你就知道我厉害。甚至我感觉你像评审的感觉。小慧已经见底了。要不要你唐扬界是很厉害？海产，你为什么叫海产呢？哦，因为其实我以前是歌唱比赛出来，我就唱那个一首歌《海产》，结果我还发片哦，赔了20-30万，然后就去比大胃王。对对对，海产是这个歌，有歌啊，有一首歌叫《海产》，我是虾子，你是螃蟹，我听过，我们都是海产，我这首歌被我唱红了。哦，好，9分30秒，哇哦，哦，小慧吃掉最后一个唐扬鸡了。阿妹也是很快，阿妹也是很快，对，她是很快，所以她又享受又快。可是我觉得阿妹你已经不像是那个蚂蚁型的大胃王了。哎，乳酪怎么样？很厉害，入口即化了。我可以吃一口没有？你拿有你的。吃起来有点黑糖的香味在里面。黑糖的甜，很特别。它跟那种一般乳酪的甜不一样。你吃完了。对。那个香气完全不一样。小慧完食12分钟。好，第二棒出发，火山爆发开喷喽！它里面有半熟蛋耶，哪里？哦，上面这个半熟蛋，哇哇，就让岩浆喷出来吧！哇，这是那个岩浆，世界奇观，火山喷发。它的烘咖喱吃起来会辣吗？因为它看起来红红的。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。虽然他说他是泰式咖喱，可是他没有像原本那个泰式咖喱一样没有辣，没有泰式红咖喱这么辣了。它应该有改良过，适合台湾人的口味。对，比较甜甜的。而且我发现火山爆发的。饭很扎实，对呀、啊，嗯，他把它捏成就好像蛋糕一样，对。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包馅。好，阿妹也快要吃完了，我了，小林去吃代发了，而且小林还没有真的完完整整自己来挑战一关过。我今天为了这次减肥那么多，只是为了来吃这一餐。队长终于相信队长，挺出肩膀了，终于感觉你没有队长了，我感觉队长了。好，阿妹完食17分整。好的，西君第二棒出发，来出发小林，好，饭真的是他的专场哎。嗯，哇塞，小林在推进度了啦！哇哇哇，这个速度不得了！小林，你让我回去看，表示我当时吓坏了，当时的王太大，当时我害怕极了。哇塞，好快哦！小林加入也只花2分钟而已，这料理是联合国，好多口味啊。哇！而且你在挖的时候，我在闻到那个，队长，哇！哎，队长太猛了吧！哇！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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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！小林火起来了，它是不是很多汁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多汁在里面，锁在里面，真的判若两人呢。Juicy， 哇，真的耶！哇哇哇！小林太强了啦！火山还没爆发，我们队长的食欲已经爆发了。队长慢一点，休息一下，你享受一下。没关系。哇塞！哇！漂亮，这就是队长。你还可以走回市场买2只欧链等他。刚刚你还看不起我？我还对。跪下！没想到如今我高攀不起了。全场跪！对不起，小林，我太浅了我。哎，几乎平手了，21分40秒。谁刚说西君没有队长的？谁？我掌嘴。平手哇！一个比赛的平手就不刺激了啦。我们来 PK 啦！我们一定要 PK 啦！然后你们最好吃的面是什么面？拿坡里意大利面。哇，看起来好吃。哎，一天就有限定10份而已。那一定要吃。好耶！一日限定10份的拿坡里，这是他们洋食，每个人家里都会吃的。对，淀粉配淀粉，就像日本他们好像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主食之外，他们还会配煎饺。对，双主食，煎饺是淀粉，可是煎饺对台湾来说是主食，就是他们那边是配料。对对，啊，我们这边呢也是一个贝果啊，贝果加意大利面，而且老板说下面有彩蛋哦。有 bonus 就对了，要吃完才会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我们待会看到下面 bonus 是什么。好啊。然后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两个人两队呢都是各1.28公斤。我们5分钟到的时候，就拿磅秤来量，看谁剩最多。好啊，好不好？现在都是1.28公斤开始。好。好，倒数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，我就很轻松啊，我们也不要给彼此压力。大家加油。它是很开胃，因为它是有点番茄。它番茄蛮浓的，日本家庭会道地会吃的，还有香肠，哇，好大口！你叫我不要那么认真，你好像很认真哎。
上面是猪排。哦，它里面料怎么那么多？客观看一下，这个厚切皮薄，然后哇！而且我们站在后面可以一直闻到你们的番茄香。哇，这燕君看一口超大口，他好认真哦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猪排真的好吃。时间过去一半，他猪排真的超级好吃的。好认真哦，真的很感动了。我们一人组，一定有压力心里面。不会啊，我很平常心。我是你队长，你讲平常心要一大口，平常心吃人家，平常心最后三十秒，哇，燕君哥的面感觉已经快扫光了。对啊，燕君哥很强，嗯，但海产也很厉害。我没有办法想象，我有办法。5、4、3、2、1，燕君哥，好厉害！哇，我这样结束了，5分钟之后，5分钟，这是我们两个剩下的。看谁剩最多。现在呢，上面这个重量呢是盘子的重量，对，已经扣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再算上去呢，就是我们食物的重量，好不好？来，来看喽。这个数字会说话喽。7.34，我要放上去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对对对，看一下。海产剩下的重量能低于734公克吗？广告后马上回来。5700，太强了！这个是不是等于是压倒性的胜利了？完全是！恭喜第二关我们的小林获胜！好了，去下一家之前呢，我们请老板帮我们打包。对，我们在路上继续的享用。好了，我们出发！草莓，哇，厉害耶！少女甜喷发，介绍一下，这是草莓蛋糕啦，草莓蛋糕，对，草莓卷呐，草莓奶冻卷呐，大福，草莓大福，还有草莓泡芙，然后草莓塔，草莓杯杯，草莓杯杯，所有的形状几乎在这边都吃得到。各位，你们看它里面地下室跟地基打得很稳呢，B1、B2都是草莓耶。现在我们草莓公主要来吃草莓塔了，啊，还不是公主，你很喜欢吃草莓，对不对？我超爱吃草莓。哇！现在你的脸，你看到草莓就整个红起来了。对呀，我兴奋到脸红了。哦，来来来，哦，它的草莓比鲜奶油还要甜呢。真的，真的有席啊！而且它鲜奶油很绵，真的。你的塔很厚哎，很酥呀，对，很酥的感觉。它咬下去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听得到，我在这边有听得到那个清脆可口的声音。对呀，哎，它里面还有卡士达，而且。我发觉小孩子自然就发出娃娃音哎，对，少女少女，对呀，少女心的喷发，少女少女，哎哎，还没挑战，他长着的，哎，他有点像那个香港的那个菠萝，菠萝油，冰火菠萝油，哦，不会很油腻的感觉。因为刚刚真的满满一口有奶油，但不会很油腻，然后吃到那个奶香。啊，对，它那个奶香子跳过来，那个奶香，哇，它连里面下面全部都是奶油，哇，这个等于好看、好吃又好拍，太棒！不要放离我太近，我怕我这样过来。好，最后一个关卡，我们要比的是什么呢？现在呢，我们东西居呢，总共呢，老板准备了16.2公斤的草莓蛋糕给我们。16.2公斤。OK， 各位，20分钟之内，我们来比盘数。你们要不要喊一下口号？因为你们队长终于活过来了。对啊，很厉害的招数。哎呦，抱歉，我们队长干嘛啦？OK，OK。1、2、3，魔幻舞台，让所有吃到草莓变成蛋糕的朋友都幸福吧！耶，计时开始。开始了。跟着队长喊完这个队呼之后，怎么吃不太下了？哎，他蛋糕好新鲜哦，而且他的草莓好好吃哦，哇，真的好吃哎！这个我想起我的初恋呐，好棒，好，哎，其实我遇到这个，我感觉战力又回来了，哎，这不止幸福而已，这个很舒服，天哪，下一步原时间3分38秒，哦，真的好幸福哦，我今天真的觉得今天录影就是。是这一团，我可以不用零通告费都没关系。好，你说。好，你说。你落入制作单位的陷阱了。这个是一道让我连效果都懒得做的这个草莓蛋糕，你就知道它多厉害。我真的以为
世界上有一种饱是你以为你饱了，对，你来到这边吃了以后，你才发现其实你还没有饱，真的。我人生第一次发现我有第二个胃了。你有第二个胃，你有第二个胃。哇，吃这么多，然后我还不会觉得腻，还可以继续吃。哎，对，真的不腻耶。草莓酸酸甜甜，可以继续吃。我好想谈恋爱哦。这个蛋糕应该是手工蛋糕，对不对？我因为我吃出那个阿妈的感情在里面，还有放感情。阿妈都笑了他。假博士只重新定义苹果，哎，这阿妈重新定义这个草莓。O M G 啦，吓死我了！我好像感觉玉仁哥坐在我身边哦。重点是你价钱又划算。玉仁哥来一集，我可以来八集。第五颗之后，其实有点牙齿有撞墙期，有点撞墙期了，但是。我看着这个阿妈炙热的眼神，我一定要吞进去，因为有点掉眼泪，你知道吗？阿妈，你赶紧快一点。阿妈看我在吃的时候，好像看自己孙子一样。真的，阿妈也照顾孙子吧？你在啊？阿妈买怕饼了。我们已经吃过馅了。我们已经吃到压到馅了。你们馅外还有两盘。好甜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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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妈赶紧加油啊啦！阿妈的加油好强哦！对啊，我又想再吃。十一分钟，三步元神居士，22-17，22-17。老板，还补？我们要加点。哎，客气也客气了。哇，好多上菜了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16.2公斤的草莓蛋糕，全部都在这边了。时间到，我们就看谁吃的多。嗯，应该我们吃得完。现在目前还有7分钟，我吃到我已经不想谈恋爱了，还没开始就失恋。你的恋情，你的恋情都很短。你又变回那一台保时捷了。倒数5分钟。它本身蛋糕就很厉害，它没什么空隙，它很绵密。如果生日蛋糕可以收到这个蛋糕，我觉得是很幸福。可是这个太值得一吃再吃了，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猛。倒数1分钟，你只要一口就赢我了。我们现在一口就压倒你，你可以压垮我的那个稻草，就是在这一口。天哪，你有看到阿妈多期待你赢吗？哇！你看，阿妈来呀，阿妈来呀！金小鹿的希望，看你了。谢谢。阿妈说希望你再吃一口。20分钟，阿妈说再加3分钟给你个人秀。你们先。24盘，25盘，26盘。阿六，厉害！一，18、19，你好像在监票。我盯着哦，我怕你们多数。20。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好好吃哦！获胜的是我们的小慧队。OK， 今天我们吃了5.58公斤，西君吃了26盘。4.68公斤，我们等于比你们多了1公斤，2-2，赞成平手，哎，很精彩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高雄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，尤其呢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很特别，是我们今天都走在地的，在地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市场，三明市场，然后还有这边的蛋糕店 ，OK， 大家如果来高雄，一定要好好捧场一下啊！没错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拜见，拜拜。